叫做毛草屋乐团，然后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发专辑，然后如果等一下呢，我唱的歌也会唱我们自己乐团的一些创作，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按赞，然后刚刚家里吃饭太赶了，我就冲过来忘记啊，反正等一下我会唱一些就是创作，然后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就是跟我们订购一下 CD 啦，现在卖 CD 很辛苦啊，好吧。好，第一首歌我们就先唱专辑里面的一首歌，这首歌是慢歌，这首歌是叫做《姑娘哪位》。看着细雨滴滴的落，我拿起吉他轻轻的和，你撑着雨伞从我面前经过，让我的心跟着你走。听马是马古嘎嘎，安娜萨阿美丽，来马是马古嘎嘎，萨里纳吉埃博万达努索。像路乱冲，这首歌曲原来是为了你而作，雨声成了我的节奏，那麦芽的嘎巴路啊，听马松啊达，这首歌叫做《姑娘哪位》，
因为那个今天的那个活动的那个名称叫做创作路上，对不对？我就尽量多唱一点创作，但是如果想点歌也可以点歌啦，好不好？但是要看我会唱的，我不会唱的话那就算了。第一次来这里表演，然后我自己其实也很紧张。刚刚那首歌呢，唱的是有一天我坐在家门口，然后下雨，然后我就在弹吉他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幻想，假如这时候有一个女生走过来，从我家前面，因为我家前面有一个那个马路，从我家前面经过，然后她撑着雨伞，她那个雨伞呢，就像刚好挡住她的脸上面，然后只露出她的嘴巴，然后有一点微笑的，我就觉得她很美，对。然后刚刚那个主语的部分，因为我本身自己是台湾族的，然后主语的部分其实就是在讲说，就是这漂亮的美女，你来自哪里啊？然后我该怎么认识你？我好想跟你讲话，你长得真的很漂亮，这样。刚的主语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这首歌呢，是有一次我坐在家门，也不是家门，就是坐在房间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靠着表演来维持我的生活。然后其实，在南部很辛苦啊，在南部超辛苦哦，一个礼拜只有1000块，一个礼拜1000块的生活费，我一个月只有4000这样。然后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要去驻唱，那个高脚屋，在那个内埔那边有一个泰式餐厅，叫高脚屋。有一次我要去驻唱，然后我身上就是我就发动。车子打开开电的时候，那个油表在那个红色的那个地方，摩托车红色的。然后我那天又没有吃饭，我打开钱包剩下30块，仅存的30块。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，我到底应该要先加油呢，还是先吃饭呢？那就一直陷入这困难。那时候在玩音乐的时候，就觉得哦，好辛苦哦，玩音乐那么辛苦啊。所以我真的觉得在南部玩音乐的这些音乐人其实真的身兼多职。我那时候就遇到了这生活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写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我只想玩音乐》。歌词在随意哼唱的旋律里，唱出属于我的故事，在写下的每首歌曲，却是生活阻挠着我追寻的梦想，却是现实击打着我每一次的飞翔。我只想玩音乐，在我有限的世界里面，我只想做音乐，在我天马行空想象里发泄我生活。歌词在随意哼唱的旋律里，
唱出属于我的故事，我写下的每首歌曲，却是生活阻挠着我追寻的梦想，却是现实击打着我每一次的悲伤。我只想晚一点，在我有限的时间里面，我只想错一点，在我天马行空想象里发泄我生活。我只想玩一面，在我有限的时间里面，我只想做一面，在我天马行空想象里发泄我生活。谢谢。这首歌叫做《我只想玩音乐》，啊，就是那时候，其实就是那时候那个很不开心，因为钱包剩下30块啊，很辛苦啊，连一罐啤酒都买不起了。在那个时候，然后就告诉自己，我其实很想玩音乐，因为那时候家人其实一直跟我说，你去考那个什么警察。考那个什么公务人员啊，那种什么，但是我就想说，如果我去了，是不是我就不能好好玩音乐？对，然后我就写了刚那首歌的时候，我只想玩音乐这样。嗨。会不会很大声？可以哈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在工作开始进我现在工作第一年之后，然后我就回想我大学生活。其实我大学只读台南的，但是那时候接了学校的元青社的社长，然后就很常假日的时候要在。谢谢，我忘记带毛巾。很长的时候假日都要在那个学校，就是帮忙社团的东西，然后想念家里，然后就这样写了这首歌。这首歌叫做《思乡》。是什么激起了我的乡愁？是什么让我思念了家乡那头？是什么触动了我心底的悸动？思念占据了我脑海中所有。是什么在背后支持着我？是什么让我没担忧地往前走？是什么鼓励了我软弱的那时候？再哭眼泪也不轻易地让它流。我克制了我心底的哀愁，我忍住了我眼角的泪流。啊，
激起了我的乡愁，是什么让我思念了家乡大同，是什么触动了我心底的悸动，就是台湾族的歌啊，很多的歌就是一开始唱的都是虚词，虚词就是它没有任何意思，它就只是在那个旋律上面唱一点，好比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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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我们那个虚词就有像这种感觉，对。那刚刚我唱的那一段其实就是虚词，只是以运用那种虚词的感觉去描述，就是好思念家乡的那种意境放在这里面。啊，继续回到茅草屋乐团，好，很累。我突然发现，就是出专辑有一件很累的事，就是你从筹备那个歌啊。筹备选那歌之后，你就已经开始就是在唱这首歌，然后你录音的时候，同一首歌呢，你可能录到20遍以上，就是因为录音师会跟你说重来，哎，这里很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嗯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哎，我觉得这样很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所以你就一直唱，一直唱，一直唱，唱到后面你出去外面表演，然后你唱的都是同一首歌，都是同样的歌，然后去，真的蛮累的。但是没办法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子，你们才会就是听过我们的歌。来吧，这首歌叫做《成长的记忆》。记忆就是，其实也是有一年过年，然后我在家里，就是那时候大家回到各个地方去工作了，然后我在家门口就有一个亲戚就问我说：“你不是在唱歌的吗？”然后拿吉他出来。然后拿吉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来，现场写歌啊，这样。”我就弹了一下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。这首歌写的主要是在描写就是家人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家人很多很多景物都已经改变了，可能变得越来越好，但是家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为外在的环境改变或者是什么的改变，然后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淡，反而是。因为很多东西的不一样，我们变得更关系更紧密。这个成长的记忆，
回忆，心里此时暖暖的笑意。时间滴答滴答的走着，让我知道自己仍在成长着。往事一幕幕像电影般播放着，经历曾经有过的美好记忆。看见了许多不一样的事情，家族里的长辈去，随着时间悄悄的老去，不一样的街景，同样的回忆，心里此生暖暖的笑意。时间滴答滴答的走着，让我知道自己仍在成长着。往事一幕幕像电影般播放着，经历曾经有过的好记忆。Stranger, yeah, I'm a little guy.
是滴呀滴呀，阿古是斯拉斯奈伊，吉巴巴拉阿朱达诺尔，贝纳拉根吉拉达耶达诺索，阿鲁玛米利。听看看这个帮丑飞版本吗？写出来的一首歌，最近长头发洗头，就会花了比较久的时间。就是你要我自己个人的话，我是洗两遍头发，我洗头的话就洗两遍，然后护发之后再来就洗脸，因为头发要柔顺一点才比较好看啊、所以我就会洗两次头发，然后在洗头的时候呢。我就突然有灵感，然后我就突然写了这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每天每天》。这样的时间无法见一面呀，渐渐把我们包围，是我们的信念。OK, nothing's can change, always shiny day. 我每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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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会想你，希望总有一天你会叫我 baby, 坐在我旁边陪我看看电影，是这样的惬意。你每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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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很美丽，都会让我专心，一直在看你，陪在我身边，这样就很开心。我要你一起 yeah, yeah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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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
girl， 偏偏这样的世界无法见一面啊，圈圈把我们包围是我们的信念。 OK， nothing's can change， always shiny day， 我每天都会想你，希望总有一天你会叫我 baby， 坐在我旁边陪我看看电影，是这样的惬意啊。你每天都很美丽，都会让我专心一直的看你，陪在我身边这样就很开心，我要你一起 yeah, yeah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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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You my baby together with you. You my honey, honey, always happy, happy. You my baby together with me. You my每天都不想你，希望总有一天你会叫我 baby， 坐在我旁边陪我看看电影，是这样的惬意。每天都很美丽，都会让我专心一直的看你，陪在我身边这样就很开心，我要你一起 yeah, yeah. Oh.这首歌每天每天去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的中指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很痛，然后还肿起来了，就是前一天昨天我在那个风瓜店，就是三地门那个风瓜地那边，我在驻唱的时候，唱到最后面，其实我的喉血已经压不好了，就是很痛，不知道为什么很痛。然后到后面，我昨天有三地，然后晚上还有舞台，我在舞台的时候，我本来也是要自弹自唱，最后我就直接带回卡拉，我就直接跟那个音控台说，我唱卡拉，我没办法弹。然后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的手那样。肿，不知道有没有试过那种被夹到然后手很痛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他就手指头一直肿胀，然后快要爆炸的那种感觉。我昨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，但我没有被夹到，结果好险，真的，今天我的手好多了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我记得那天，所以我现在在学校当老师，在学校当这种体育老师，兼歌谣教唱歌谣的老师这样。然后那时候我四年过后，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学生辅导时间，就是小朋友会留下来，然后老师就是可能要有些老师可以留下来，然后去看小朋友有没有。就是写功课的时间嘛，基本上就是写功课时间。那我那时候就是在看他们的时候，就是上了一整天的体育课，就是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很累，然后你还要再上那个四点到六点那段时间，其实真的很累。然后我就想睡觉，这时候我就去叫小朋友说：“你去拿吉他。”他们在写功课，我就拿吉他在旁边弹。然后我就写了这首歌，然后这首歌叫做《来不及对你说》，其实就是对着空气在讲思念自己想念的那个人，然后对着空气在说想说的话的那种感觉。
来不及对你说。我对你的爱恋，在这个世界，你我走远。我怎么面对没有你的生活？我怎么度过没有爱情的我？Love is so beautiful， 我爱你。有在听我，有在听我。
你们这个地方，我们一起玩了。我唱嘿呀那鲁湾，你们唱嘿呀那鲁湾，嘿呀那鲁湾，四个字而已，重复两次，五六，好，五个字啊，好，五个字重复两次啊，预备，五六七，嘿。Yeah.
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未来。你问我未来在哪里，我看不清，我看不清。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那轻狂的日子里，我不哭泣，不逃避。给我一瓶酒，再给我一支烟，说走就走，我有的是时间。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。
烟一支一支一支的点，酒一杯一杯一杯的干，请你爱体谅我，我酒量无好，莫甲我创空。一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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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走，我一滴一滴一滴的流，有一天咱拢老，娶某仔斗阵。浪子回头，会唱吗？不会啊。亲爱的、可爱的、缘投的朋友，分手的、无用的、无路用的朋友。想听见你的挽留，
住的脆弱。泛滥河水将我冲向你的心头，不停留。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，可以慢慢滑进我的心怀。不知真的人群渐渐散开，应该就是现在。好的，谢谢。这首跟大家一起合唱的这首歌Last Dance， 然后我们是不是很快，我们快要结束了。因为都没有人点歌，所以我们就很快就结束了。Bon Jovi 啊Bon Jovi 来一首，对不对？福哥，对不对？好高哦真的要唱的歌吗？那我也只会他们的那个慢歌耶。其实也不错啊。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然后点了这首歌。对，高中玩乐团的时候，然后唱了这首歌，然后去别人的学校，在别人的学校大破音，因为这首歌好高、哦，来吧，我们来试看看，这首来自邦乔妹的一首歌曲。Looking at the pages of my life, fading memories of me and you. Mistakes you know that made a few, a tone sunshine from time to time. Baby, you were there pulling through. We've been around the block, a
time or two, I'm gonna lay on the line. Ask me how we come this far, there is a winter in my heart. Every time I look at you, baby, I see something new. Then take me higher, let me fall, and let me want you more. I don't wanna sleep tonight, should've just wait a time. When I look at what my life been coming true, I'm all about loving you. A little side piece I'm doing, again, through it all, you always my best friend. For all the what I didn't say and all the things I didn't do, tonight I'm gonna fly.